咁樣大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感恩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救命啦！一再依個廣東話就用嚟翻譯，廣東話我唔識聽，唔識講啊。感恩慈悲恩師。你來啊！啊，你來啊！你來就來吧。幫他翻譯一下。我想問我爸爸1927年屬兔。他身体健康1927年属兔的身上有什么是否有灵性有多少张小房子你爸爸还活着是吧是的是的1927年属什么是兔的兔的是吧 yeah, 兔子浑身无力关节不好是腰不好是爬不起来了是还有心脏不好是啊血压也不好是啊是啊嗯看见了吗啊你鼓掌现在明白了吗是啊现在几岁我先看看他能活几岁是他是89岁了89岁你这个爸爸厉害哦老寿星哦他的阳寿可以活到96哦可不可以加了还加啊 yeah 你帮他放生呀有啊你帮他放生啊有啊一个月放一次好吧好一共大概要放6000条我已经放你这个爸爸我告诉你前列腺小便很不好对不对啊对啊对啊要能到多少张小房子现在手已经有点发抖了对不对啊是啊是啊看得很清楚啊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的他是很漂亮的看见了吗他是明星一样我告诉你他有3个女人过去不知道对他很好的不知道算了不讲了好就要让几多张小房子的你要给他念170张170张就放放几多条放鱼放生已经讲过了我忘记了忘记了他们帮你记下来谢谢你我看看这个老人家你要叫他念往生咒你或者你帮他念往生咒是他过去有杀业他吃了很多活的是特别喜欢吃活的是我看他肚子里都是活鱼活虾在乱跳是所以他现在的手发抖皮肤不好都是活鱼活虾在上面往生咒又念多少遍呢49遍49遍大悲咒心经大悲咒几多遍呢你别看你爸爸这么要将近90岁了他还有头发我看到对不对啊对啊对啊后面还黑的家里倒挺漂亮的是你们家倒蛮大的好像还有楼梯呢是的鼓掌大悲咒要念多少遍大悲咒一天念21遍心经呢心经要念49遍49遍他就可以顺佛念经吗他什么我想他念经积极念经可以念啊不可以他不可以念经你就放大悲咒心经在他耳朵边上让他听好明白了吗好我可以告诉你他有的活呢这个老人家我告诉你上辈子就积了很多的德他是的所以他这辈子也是很好的一个人很愿意帮助别人的是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爱面子是的鼓掌他要穿得很漂亮对啦看见吗穿得很漂亮哎呦90岁还穿得很漂亮吓死人了吓死我我不懂感恩师父我想看一个我的母亲她去世了是2004年她的名字是名字帮她念一下杨凤群师父杨木一杨对的凤是凤凰的凤凤凰的凤群是群众的群什么时候死的2004年是的2004年
哦，死的时候有点痛苦哎。很痛苦。嗯，很痛苦的。哦，他妈很好哎，很好的一个人哦。是啊，他常常帮人。哦，他妈妈，他妈妈好像还有宗教信仰哎。他送啊，观世音菩萨的。啊。他妈妈已经在欲界天了，已经在天上了，脸圆圆的。是啊。哎，对不对啊？对对啊。耳朵还挺大的。是。哎，是头发往后梳的。啊，是的。哎，脖子不长。对啊。哎，人非常好。是啊。已经在天上了。啊，我想问我每天都发愿给我母亲啊，我念了300多段小房子给母亲，我想问我想送她到西方净土。你给她念了大概300多张吧。是的啊，我想。鼓掌。我想在送他到西方，每天都念了。西方啊？是啊，我要他去。你先送他到那个色界天吧，好吧？你大概要念500张，他可以到色界天。啊，色界天之后一节节上去的，因为你到了欲界天之后就不能一下子超出六道了。如果在人间，你一下子好走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超脱六道，这个已经到了欲界天了，你再给他念经，他只能一阶阶往上爬。你现在明白吗？是。你妈妈人很好，我想他到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没问题的。就是好，怎么才可以到西方净土了？我替他念。你好好念吧，好吧？好。我告诉你，你妈妈很爱干净的。是啊，很干净。她走的之前自己穿的洗得干干净净。对啊，是的，是的。鼓掌。看见了吗？好，感恩师父。好，好好念经啊！啊，谢谢师父。好好念经。